马刚不上车，把主人就拽下来了，摔了一跤。卖个小马，给你之前又说一句话啊，敌人他要四匹马，就牛人和织女之间他妈的差不多，都要小马。哎呀，你们太不是铁蛋，没事，你先一个一个给你一个钱，你销路哪一个给你带哪一个，这和你超市一样，你自选，给你超市一样自选。几个抽几个，今儿没过。好了，别拆。那个大，现在抓的大点，它是那个的二百多斤。哎呦！老板，切走，进不去，老板切走。老板切，切住，走。挖掘了啊，采煤呢。嗨，挖掘了啊。挖掘秀腿啊，哎。挖掘秀腿，六个，哎，走。这个小马多重？不上秤呀？咬他俩，这个重，这个244斤。你该16块9妹吗？5块钱。这有个马估计能